这盘棋，王铁锤下的实在是太精彩了，尤其是中局时候，一步出人意料的妙手，就是赛天一也目瞪口呆了。我们来看实战，王铁锤当头炮，赛天一不得了了，号称比天一还厉害，上马，红旗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旗啊没有出车，兵七进一，黑棋进卒，红旗上马，黑棋平风马，堂堂正正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红旗这时候大多数都是高横车了，来一个横车七路马，他没有，他又还原成出直车。那黑棋肯定要来一个双炮过河了，红旗进兵，然后啊再哎呀嘿，手滑了，他呀本来要走一手炮八进四，来一个双炮过河呢，哎手滑走了个炮八进三，他要求悔棋再往前放一步，那王铁锤死活不愿意啊，你没有走这儿。不让你走，那红旗呢？那上个马，黑旗呢？那就平炮打兵，下一步准备出车抓炮，红旗出车，黑旗出车，红旗进炮，把车封住，黑旗呢先补一手象，红旗呢也补一手，补后中路，黑旗进炮，哎，你看他这招炮八进三就白走了。直接炮八进四多好呢？那红旗冲，黑棋吃，打一将，补手士，哎，红旗呢连象也不补，直接就快马加鞭，上马踩你，黑棋跳上来，红旗把炮一退，下一招准备扑马卧槽，那黑棋上马，准备呀、啊、对掉你这个当头炮，你现在不就是中炮厉害吗？准备给你干掉。红旗肯定不乐意，高炮把马腿绊住，黑棋再上这个马，红旗这时候补一手象，黑棋把卒送掉，下一招啊，准备上马踩你的这个中炮，因为你现在就中炮厉害，你中炮再走开，人家也准备扑槽，红旗呢就进马，那你不吃卒，卒保住了，平个卒过来，你现在卧一槽没有用啊，出来了。进一手炮，那黑棋呢，高一步车也不让你卧了。那双方走到这儿，双方的这个二路车啊都被封住，红车被封住，黑车也被封住。红旗虎视卧槽，而黑棋呢随时也准备扑马卧槽。他还有一个小卒过河，乍一看好像黑棋占优了，但是接下来。一步石破天惊的招法，这个黑棋啊就傻了眼，蒙了圈。大家能不能看出来红旗怎么走？要是让你走，你有没有魄力走出来这招棋？能走出来的，可以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个六。红旗啊，这时候啊手起刀落，弃车砍炮。这招棋一走，赛天一当时蒙圈了，这是啥操作呀？这你都敢吃？他就想把这个车干掉，后来再一想不对劲儿啊，不可能平白无故给我个车吃啊！再定神一看呢，没敢吃，走了一手平车。为啥不敢吃呢？你这个一吃啊，红旗不得了了，炮打马再送一车，那这个你车你吃不吃？你不吃吃人家个炮没有用啊，这个杀车一将卧一将，这就要命啊！你吃完之后。不着急将，先平炮。下一招挂角，一招制敌。哎，你退下二路车，或者说回马，都无济于事。因为啥呢？他有一个先卧槽将，等你出来之后，再一平炮冲炮，绝杀无解。所以说呢，给个车也不敢吃，躲开之后啊，白白丢一个炮。现在还卡住自己现眼，那红旗砰击又来一炮，黑棋出老将，红旗高车，下一招准备掉头再来一将，黑棋赶快进卒，红旗呢就把炮一吃，这个棋你要是不进卒，你要是敢吃这个，那也不得了了，平一将，就支个士，把这个一打。要了命呢，那你只有吃。那杀一将，
然后啊再一吃。你吃炮，他吃炮；你炮逃开，他把炮逃开，也是多子胜定。所以说呢，他进个卒，那红旗呢，把炮一吃，黑棋也很无奈，他把马一吃，双方啊一番交换。那交换完之后，红旗把炮一逃开，很明显的多一个子。黑棋呢还残掉一个象，应该说败局已定。赶快进卒，把这个车路啊活通，以后赶快平过来支援一下这边。因为这边已经是不说是空门吧，但是人家车马双炮四个大子都在这边。红旗进炮，黑棋平车捉炮，红旗啊置之不理，吃象。哎，你敢吃我的炮，我就给你来一将。那黑棋呢上老将。红旗退一将，黑棋又下老将，红旗退车保炮，暗含着打边卒、打马、底下叫杀这种手段。黑棋啊，选择了一手回马踩车，看似很凶残，但是啊，红旗根本对你置之不理，把卒打了，就问你敢吃我吗？你敢吃我，进炮一将，你老将还上不来。黑棋不敢吃车。他就选择了一手进马，还准备卧槽来一将。那红旗呢进炮一将，黑旗你要上老将，这个马又不会动了，以后又要被人你要上老将啊，人家这门赵一将啊是个杀旗。他呀把马垫上，红旗呢上马，哎，又踩车，又用车看着卧槽。黑旗无奈捉一下炮，哎，红旗啊他这个炮啊他不平一步，他呀搁到你马腿上，搁到你马口上，因为反正你踩不动我，就搁到这儿气你。黑棋无奈抓一下这个鞭炮，红旗呢顺手牵羊扫卒，底下是个杀棋。黑棋直视，红旗呢把马一打交换一吃，然后啊选择了一个上马弃环一子，走得很有大局观，不再给你冒险了，够赢就行了。他把炮一吃，让他来一将，只能上将。然后呢，把士一扫，拉住你车马，就问你的车马怎么脱根。你车马脱不了身，你要一脱身丢一个，你不脱身，只能看着人家这个车马兵来杀你。那这还玩啥呀？赛天一，你赛什么也不行啊，也只好投子认负了。